我们看一下刘谦对着瓶子里面番茄酱念上这句妈咪妈咪杯杯哄下下下，它真的就自动下来了。然后接下来才是重点哦，上上点赞教学。这个魔术原理呢其实非常简单，如果你用番茄汁用针在上面扎一个孔，然后呢因为压力会让水进入那个孔，所以它会下降，一松手它会上升。那我们用这个玩具章鱼呢可以反复使用，它其实呢原理是一样的，把它塞进去，好，然后呢把盖子盖起来。我说了这是靠压力完成的，压力来自于哪里？好，你看它虽然手是这样拿的，但是它大拇指在后面呢可以稍微的施加压力，好，这样可以让这个章鱼呢形成一个什么感觉呢，像下下上停上，好像你用语音可以操控这只章鱼一样，其实呢只是你的大拇指在后面呢好稍微施加压力就可以把它放下来，就这么一个简单的物理原理。只是因为表演的魔术技巧，你看让观众感觉下来下来下来非常神奇，然后呢上升停再上升，魔术就发生了。您学会了吗？